原标题：档案破译，石元帅的后代们都在干什么？为何唯独没有他的后代？档案破译，石元帅的后代们都在干什么？为何唯独没有他的后代朱德的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朱敏儿子刘健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刘敏法语议员，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担任空军星星星办公室秘书，1969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父母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元帅的女儿林立恒曾担任过空军报副总编，1974年7月31日星星星亲笔批示解除了对林立恒的隔离审查，随后他跟男友张青林结了婚，并被安排到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他在北京的工作问题和户口问题随之解决，并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他的爱人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工作。从此林立恒一家终于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2001年5月18日林立恒应家乡某公司之邀请出任北京黄鹤大酒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次子刘蒙曾任总参参谋，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三子刘太史少将军衔，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女儿刘华北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刘弥群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解宪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艳玲解放军总医院和医学科北京医学会和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贺龙让儿子贺鹏飞中将军衔，海军副司令员，女儿贺杰生少将军衔，军科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夫李振军前星星星总部正火，陈毅的长子陈浩苏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俄友协的会长，次子陈丹怀少将军衔，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三子陈小鲁系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女儿陈珊珊夫王光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中将军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女儿罗玉英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少将军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部长，内职黄远志湖北星星星副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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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聂荣臻的女儿聂丽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星星星常委夫丁恒高上将，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国防科工委研究员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政协副星星星子叶选明岳峰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军衔星星星常委子叶选联全国政协委员，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女叶楚梅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原副局长，夫邹家华国务院副星星星女叶向真夫钱壮飞之外孙罗丹
女叶文山，海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香港亚太奔德有限公司董事长，夫于秋丽之子于芳芳，养女戴晴，作家。只有彭老总一生无儿无女，所有婚恋均无善终。了解历史朋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就不多说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